出轨可以是一趟旅程，一张餐桌可以是一种探索，一个衣柜可以是一串回忆，一张床可以是一个秘密，一张沙发可以是沉默，是激情，或是逃离。我们知道，有关生活的梦想，你总有一种自己的想象。每刻每家，启发生活灵感。